指阶段都不能用手，对。然后第二个人呢，再把橡皮筋传给第三个人，这是考验彼此间的默契。然后第三个人呢，再将橡皮筋就滑到就是立牌的挂钩，然后看他想要挂哪一个。然后呢，挂上去之后呢，将宣导标语念出来，完成后举手，避免做出危险行为，不要跳水。